这个就是改编自陈百陈的一个喜剧。陈百陈在中国的剧坛是很有名的，他就在40年代写譬如说升官图、啊、包括、这个汉奸系列，他有一套叫汉奸，也有一套叫做汪精卫现形记，就被誉为汉奸系列的作品。我对于这个题材我觉得 很特别，他怎样去形容汪精卫的开会呢？他基本上他的表达呢，就一班人是笠住一个狗的面具的头，然后大家在互吠，他说这些就是我们国民政府开会了，就一只狗在互相吠和互相咬。我觉得哇，这些讽刺真的厉害，真的。其实好像这样的戏，只要大家细味品尝，除了欣赏他在40年代那种大胆的讽刺，那种、所谓对于上层社会，对于有权有势的人的那种反抗，除了这件事之外，究竟有多少是可以对于我们过去几年或者回归以后我们在香港感受到的一些现象去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呢？我觉得这一点都挺值得将你喜欢在香港。初我哋圍讀嘅時候咧，個劇本裡面角色嘅數量咧，其實總共有30多個，係啦。咁但係實際演出咧，我哋係8個演員，咁就做咗近20個角色嘅。咁點解會咁樣選擇呢？就係都想係刪減咗某啲叫做旁枝嘅部分，令到觀眾可以更加集中去睇翻中間的情況，易啲理解。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本身呢個劇的形式是活報劇啦，咁好得意嘅。佢活報劇是最初的時候就喺街頭做的，它不會好像我哋正式劇場或者喺劇院入面演出咁樣，我哋可以搭個好龐大的佈景啊，所有嘢都好精緻啊，咁佢就唔係咁嘅，可以是用布畫出嚟嘅。又或者是一些道具，即譬如它是可以找一些紙啊，又或者一些布做的東西啊，畫上去代替，這樣都可以的。所以變成整個戲的、那個風格呢，我們就會可以很好玩了。今次呢個演出，我哋會用喜劇形式去呈現嘅，咁所以就唔會話係一般大家好擔心係一個點樣去睇一個歷史人物啦。咁我覺得係應該當睇一個喜劇入嚟去睇啦。咁啊，我哋會注入好多元素，譬如話會有啲戲曲元素啊、唱雙簧嘅形式啊、音樂劇嘅處理啊，去將一個係80多年前嘅劇本，再喺今時今日呈現翻喺個舞台。其實今次排練，我覺得都是一個非一般的演出嚟嘅，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會有一啲嘅戲曲元素。咁其實呢啲以前演藝學院咧都有上過一啲嘅有關課程嘅訓練，但係都叫做擺低咗好多年啦。咁今次就加入咗呢啲元素嘅話咧，咁啊適逢其會要重新再學習。咁一大班演員，我哋圍埋一齊去練功啊，去拉筋啊，做翻一啲功架嘅訓練。咁我覺得，這個令我想起以前讀書的一些生活又回到來了，的而且確這個戲都給了一個挺特別的感覺給我。